大家好，我是武秋风，我和娜娜又回来跑酷了。好了，那开始吧。好，那你转圈圈看看有什么。好，这个是第一关，对，这里就是我们的第一关。第一关 easy，有简单，然后第二关是难难。啊，这里就是关卡，对，他自己就在介绍关卡。介绍关卡，还有关卡的名字嘛，对不对？在这个。在我们现你在的有声音个有就时候有会什么破掉哦，一开始会破掉哦。破掉哦？对，一开是始，吗？对，一开始。好，那我这边看写什看么？哦，哎呦，好多金苹果哦！拿一组金苹对果。呀，很，他说什么？我拿一组而已。他说什么？那个我就看不懂，我也看不懂是什么。没关系，我拿一组金苹果就好了。反正也不太需要吃。他说："这些挑战的话，可以是没有根据顺序排的，对。然后他是建议先是说先玩简单或者是那个普通的，先不要先试试看那个困难的，对。那这里有规则哎，有这七规则点，就看菜了，对。就刚刚你有讲过了嘛，七点规则。然后他叫你带一个背那个什么。什么？装备，这也拿备哦。要自己拿装备哦？为什么要装备啊？我因不为懂。你想要电死吗？你什想要么？电死吗？他不，有些不容易死啊。但是也是穿上去会比较好啊。我不想穿呢，可以不要穿吗？好啊，我不想穿啊。但是你穿鞋吧，鞋轻一点。鞋是什么？轻盈 X 哦。对呀、啊。好啊。好，我们这样。然后 A 是哪？A 第一关在，在哪？我找一诶，下，这儿，这里吗？大大的，这里嘛，对不啊，对？这里，这边有一个大大的一嘛。然后我们就开始吧，我们的，好恐怖。这里有一，第一关卡，第一关卡在这边，简单关卡，对哦。不能用即时跳跃哦。不能用极限跳跃哦。好。对，然后2分钟完成的话就是拿到金牌，然后5分钟的话是拿银牌，3分钟的话是拿铜牌，这么简单。那我们开始吧。嗯啊，喂，好，这，第一关蛮简单的，一之一很简单。对，这里有一个唱片。是吗？我有点卡卡那个了。对啊，你那个超严重的，我连你的声音都那个的。我不知道。我把唱片丢进去了。哦，切块。哎，怎么又弹出来了？好，起来这边，开始第二好，了。唱片放进去了。哎，等你跳啊，你先跳。啊，都不是我跳先，哦，我跌了。哎，他说不能好极限惨跳烈。跃嘛，是不是？对，不能让你。所以呢，我们只能这样轻轻的跳耶。只能轻轻的跳，是不是？不能用冲刺跳就对了。对，好，这边就可以用那个即时跳跃。这边就可以用极限跳跃了。对，因为他说四格嘛，四格要用即时跳跃。OK，好了，我过来了，一至三在这好，边。快。然后这个就是第三关，你先跳吧。哎，嘿。失败了。啊，我跌了。好，你先哎，跳。小秋，小秋，这里应该很简单我呢、啊。们俩，哎，我跳过来第二了。个，好快！哎，车竟然玩这种折磨我们自己的地我图。来看娜娜有多好笑。来，镜头对准等等，娜我很娜。卡，我等等等等，我很卡。你累格是不是？超，对呀、啊，我超那个的。这架电脑被拿去丢了。然后那边嘛，极限跳过来吧。嗨，啊，要用极限跳跃。对啊，有回音哦，我哦，还娜要用娜。普通跳跃器的。好。啊，超卡了。你那个录影程式让我有回音呢。
看得出来，然后你慢慢剪吧。我才不要嘞！我把你的声音全部都卡掉。酷哎、欸！啊，算了啦，我用 TP 算了。哎、欸，你这么快就放弃了、哦？你怎么这么……好啦 TP 啦。要不得惨惨啊！那换一至四了。旋转跳跃。旋转跳跃。哎、欸，过来了。啊我电了，你让我很回音很大哎、欸，可不可以消除一下？不然换一个录影程式好不好？哦，好啊，我下一次我换另外一个，我去找一个录影程式算了。那你好了没啊？还我超累渴了好不好？看到没有，消消气，不想玩了。那我先试跳一支舞。你按那个 checkpoint 了没啊？什么东西？哦，我门已经按了。那个切，按了、哦。嗯，按了你就走啊。哎，哎，掉下来了。那你跳过来了。哎，跳的。哎呦，我以为你走过去了。哎，哎呦、哦哦。等等啊！你掉下来了。啊我又掉下来了，欸、我lag到掉下来了、欸。我也掉下来了，要再试一次啊！我的呢？嗨，哦，然后这边是，我就是这样跳。喂，哎、欸、哎！欸、你跳过头。哦，跳那个的哎。哎，我已经跳到上面了，结果没有抓好。小球太重了啦。距离没抓好而已嘛。你跳过去了吗？我跳上去掉下来了。哎、欸，又掉下来了。好，欢迎。好，我先走了，拜拜。你跳过去了。对呀、啊。这怎么对呢？这不对。好，我开门了。哦，这边不可以用那个极端跳跃哦。然后这边是小猪最怕的一。关对，楼梯跳跃吗？有楼梯的我都很慢呢、欸。我讨厌楼梯。这样的话，你把你家楼梯拆了，然后装电梯啊。没事，为什么要用楼梯啊？不知道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我过来了，我终于跳过来了。哎、欸，我差点跳上去了。你好，你先跳。我先吗？让你取笑我嗎。先啊，不要看底下去啊、欸。这个没有办法站在最上面，是不是？有啊，我有办法站，也没办法站。我就说嘛，你太重了嘛，不行。小球太重了啦、欸。差一点点。看吗？我抓到诀窍喽！你再这样取笑我，我就要把你抛在后面了。哥哥哎，又欺负我！好吧，小猪施展威力了、欸。我已经刚刚爬到楼梯上面了。小猪施展威力了。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超卡的哦。楼梯在哪里啊？我根本就没看到。哎、欸，在那边、啊。哎，我过来了。那我过来了，这样你先慢慢跳吧，因为我很那个哎，我不懂为什么。娜娜，我在这里啊，我从门这边走过来了，就等于说，哦，啊，我让你接关了，对，你有精力吗？所以你不跳了吗？不跳了，在那边我哭哭，然后自己这样。我记得是这个啊，错了。哎、欸，等等，是哪一个啊？好，这个吗？哦，哎、欸，没成功，太远了。啊，那边有谁啊？对还是错啊？就说你跳对，跳的错。
哦，我最讨厌跑酷的啦。我也是。然后就走。走哪？走啊。没、欸，是那吗？天哪、啊，又是楼梯。啊！那那失败了。对啊。哎、欸，我也失败了。啊，失败了，两个一起失败。我接下来，哎呦，哎呦，我们要卡在一至七了。各位，我们卡关了。我们卡在一至七了。对啊，对我下来好过分。你跑酷的时候有习惯按 Shift 吗？没啊。我也没有哎、欸，可见我们是新手。他们说怕超跑超过要按 shift。对啊，就怕超过按 shift。问题是我手指短啊。要知道我手指短吗？我也是，我手残呢、欸。直接从这边跳不过去吗？你手残，人家手残。哎、欸，跳不过去。我跳过去啊，然后你踢一只 TP 过来了，你跳下一个楼梯就够了。那一个。站只有一格欸，我 TP 你会不会就被我挤下去了？会啊，我按着 shift 啊。算了啦，反正才一点点而已。哎呦哎呦，我被你挤下来了。你都不会一直推我下来啊？好，谁让你啊？哎，好了，换你啊。娜娜，你穿这样一点都不可爱了。什么？都是锁链甲、盔甲，一点都不可爱。好吧，叫我脱掉啊！把头脱掉啊，露出头来。好，我露出头。嗨，好吧，我就穿一张就够了啦。跳哪？我跳到这了。跳哪？你跳上去了吗？快要了，好，我直接 TP 你哦。哎、欸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，不要先不要 TP 我。哎、欸，我跳过来了。好，我 TP 你。你可以不用 TP 我啊，你从外面的门就走出来了，走过来了。这个是什么？八之一。对。那跑酷不行，想不到终于找到有人跑酷比我还烂的。怎么学不懂那个？哎呀，真是感动自己。好啊，下一次伺服器由你开啊。我开不起啊。好不好？所以啊，不能怪我啊！我最后一格失败了。啊！我最后一格失败了，怎么会这样？搞得我在娜娜后面呢。因为你欺负小妹妹啊！欺负小妹妹，我还是小妹妹好不好，大叔叔？哎，是不是你开的录影程式会那个啊？还是开伺服器？可是我们伺服器也只有两个人啊。我是开这样。我是开伺服器才这样，因为那时候我跟我朋友玩，他开伺服器，我不会练的。那我跳过来了，你可以走过来了，从旁边的门走过来吧。等等掉试试看跳，我觉得我应该可以啊，算了。哎、欸，我是一个很容易放，这里是楼梯耶、欸，尤其是跑。楼梯小球星的啦，对对。我不行啊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为什么我累个吗、欸？我不会动了，我卡点了。OK， 好了、欸，我下来了，我下来了，我跟你卡点。卡点了，好神哦！你跳过头了，这里不能极限跳。我没有极限跳啊。
他没有这么远，不需要极限跳。哎、欸，掉下来了。然后就难呐！啊！哦，超讨厌跑酷的！啊！你跳到哪里了？我来在你头上，然后又跌下来了。等等啊，我超 lag 了啦！下次视频有你做好吗？下次我录影就好了。哇，我看是否你录影好了。哎呦，我又掉下来了，娜娜。哦，看得出，因为我也掉下来了。啊，超难的。周周，我很想跟你说一句话，あなた変態です。嗨。哎呦，为什么简单的跑酷我们就跳成这样啊？哎呀，那我真怀疑之后的我们要怎么跳下去。难道下一次我们还要找到一个比较神的大大来吗？比较神的。哎呦，又跳下来了。跳比较，没像我们两个手残了就好了。手残啊，两个人都手残。哎呦。不行啦、啊、又要快转30分钟了。对，哎呦，又掉下来了，娜娜，靠你了，靠我啊，我直接飞过去好不好？不行啦、啊、哎呦，我又忘记了，一级手残啊、哎、然后就不知道为什么会接下来。哎、欸，跳过头了！小球太重了，我都说了。等等等等，跳到！你掉下去了？对啊，我跳到了耶！好了，我跳到这了。好、哦，又跌下来了。哎、欸，我跳到对面了。好，你跳完它，然后踢皮过去，简单。楼梯在哪里呀、啊？耶、yeah, ，我跳过来了，门开了，很好，门开了，娜娜，要第十关了。我多希望第十关应该是最后一关吧？也许啊，我有种很想放弃的感觉。娜娜加油啊！哎、欸，你怎么连第一块都站不好？你看我都说我很累格了，他就一直会跌下来啊。我看得出来你很累格，还是你要先关掉视频看看？关掉视频啊，没关系啊，下一个挑战我就关掉视频。好好好。哎呦，其实我说你跳不好，我自己也跳不好。你说我、欸、掉下来了，滑落。然后换一个。哎呦，好难哦。哦，先跳那个，所以呢，我要跳起那个楼梯啊！跳吧！你掉下来了、哦？对啊。欸、我超累格了啦，好吗？我关掉视频跳跳看好不好？哎呦！好，我顺多了，终于。果然是你视频的关系吗？觉得应该是吧。对啊。你跳到哪里去了？我跳到这了、啊。跳到你后面了。啊！跌了。啊！啊！哎、啊！哦！那个要怎么跳啊？等等，然后等我跳到过去来说。诶、欸、现在跳耶，我又跌下来了。
等等，我觉得我知道为什么我会让这个了。先站旁边一点，让我继续跳。好好好。哎、欸，又掉下来了。我回来的时候看到你跳过去哦。哦，然后关掉这个、欸、很难啊。哎、欸，凯斯伯是谁说的啊？叫我过去一点，让他跳。我就是那个楼梯转砖块的时候跳不好，想不到这是我的罩门。就是说，好吗？我的罩门好多、哦。哎呦，你好了吗？你调好了吗？我应该不会太过那个了，对。你搞不好是开太多城市了。也许。哎、欸，为什么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跳的！我小心，我跳到上面去了，你还在这边跳来跳去。因为我跳那个楼梯转方块那里，我很不顺哎、欸。要连跳吗？我。你太重了啦！我常常就是一要跑的时候就滑落，还是那里不用跑？不用跑啊，这边全部都不用跑啊！真的吗？对呀、啊。怎么不早说？还有在那边跑来跑去啊！我都没啊。可是我不跑，只有跳一格的感觉。是吗？欸，起不来。你别忘记你穿这鞋哦。我穿轻盈靴是不是？对啊，就你一定是跳得过的，真的。轻盈靴真的有轻盈吗？感觉不出来啊。啊，果然是我开伺服器有问题啦，真的。但我现在还是有点在咳。哎，娜娜，我跳到这了，好紧张哦。好。你按这水果去逼上去要不要、欸？掉下来了啦，讲太晚了。哎呦，跳到妈的嘞！我们现在只能拿铜牌了啦。欸、我们都拿不拿铜牌了啦，什么牌都拿不到了啦。铜牌都拿不到了，两分钟跳完怎么可能？我觉得我已经录半小时了。我们都已经录了半个多小时了。哎半小时了，娜娜。真的吗？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、欸、啊！小修金都快要开关状态，快要暴走。你先跳跳，我先跳跳看我那个。啊，好不容易又到这了，都要暴走了。哎呀，我又掉下来了，我又掉下来了。哦，跳那个的哎，为什么？我材质包关系吗？对啊，你不要用高清材质包啦。啊，我没有啊，我用是16:16的啊。你要不要换成三层？给你32的。啊，过。肥啦你！你说什么？你超肥哦，开始给你撞下来了！哎呦哎呦！哎，我好不容易又跳回来原来这里了，好久以前好不容易跳到这，这个啊，我上一次就在这边失败了、欸，哎，这里根本就跳不过去啊！哎，跳过去了。要等我 TP 吗？我 TP 上去了没有？不要不要，先不要。好啊，我 TP 上去了，你按住 shift。shift 好，我按住了。好。哎呦哎呦，被你真的被你挤了一下，你先跳啊。我先跳吗？对啊，我按住 shift 了。等等，跳的。好，换我跳，你按 shift。好。跟我左右手，感觉我扶在旁边。你闭上来啊！不要啦，你跳啦，我不行作弊，我要让观众看到我的耐心。
你怎么跳下来了？哎呀！我们在第十关卡好久哦。对呀、啊，这个还是普通的，好不好？没有，这是简单的，连普通都不是啊！啊呜，跳过头了。我就卡在这了。我有一种感觉，就是我 NES 上去，然后我等着你跳完好吗？当然不行啊！哎呦，你也要跳啊！你也要让故事有点进展啊！好吗？你就喜欢看，你就喜欢欺负小妹妹啊！看我掉下去很开心。我也一直掉下去啊！这个就是小区的癖好，怪癖。哎，小区又来了，又跳不起来了。好嘛，我跳上去，你提皮过来嘛，反正我没有跳过，对不对？欸，我为什么这一个都跳不起来？好啊，你提皮过来，提皮过来，我就从那边就给你挑战，好吗？不要不要，你继续跳。哦，别了。哎，叫爱的，小舅啊，你弟弟没念你了，跑酷了啊！哎呦，我跳过这么多关，你都没有跳过来，你都走后门，还敢说我？我超卡的嘛，而且我迟钝的，而且我还是比你小，你知道对？大叔喜欢让小妹妹，不是吗？哎呦！大叔叔都该要让小妹妹，不是吗？欸，我抓到诀窍了。抓到诀窍了，快点快点，跳完它，加油！欸，掉下来了，诀窍就是衰落。刚才说抓到诀窍了，然后第二次又跌下来了。对，我的诀窍就是从高空坠落。好了，你走完了、欸、啊！忘记按上了，忘记爬楼梯了。哎、欸，又掉落了，又掉落楼梯了。哦，你撞我，就是超肥了。是你屁股大好不好？没有，你才肥哎、欸。哎呦，掉下来了，是你的大屁股。看好你嘛。走啊，跳，娜娜跳。我操，我的。欸哎呦哎呦哎呦！我们在这边录了十分钟嘞，应该不止了。偷拍都没了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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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又掉落了。好嘛，我用 N E I 上去，我等着你。不行。你怎么不行？你也要跳啊！要我陪啊，好好酷哎、欸！两个人都要跳啊！哎呦，又掉下来了！我们不能再被折磨到底了。不要害怕！哎呦，又掉下来了！对啊，我已经掉下来。好吗？我就砸肩作揖好不好？我学安德，我用安德那招，我上去算了。哎呀！啊！小心，我去安德哦，我先飞上去了哦，眨眼了。不行啦，不能作弊啦！那个作者讲的话你都没在听。啊，作者讲的话都没在听。以后我是学安德娘啊，我先上去先。等等，我超卡了，我重进试试看。好啊，我等你，我跳上去等你。好啊，跳啊，快点啊！我正在努力啊。我上去哦。嗨，大大姨妈，哎，还是很那个。どうしてもレッグ。啊啊！跳过头了。
小秋要疯了，加一。虽然我能理解开伺服器的感受了，自己玩是超那个的。通常不是自己开伺服，自己应该很顺吗？不知道，欸、你看我开伺服，你表示我很那个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是电脑的问题咯。对啊，我电脑超烂。如果是别人很钝的话，应该就是网络的问题。可是我不会很钝，我还蛮顺的，所以你的网络蛮好的。可是电脑，因为你累格，所以电脑，对电脑没有跑不动，跑不动是这样。电脑，我又站上这里了。好，我跌上去了啊。我再跳一下哦，你等一下哦，你不要TP我哦。在哪？哦，你可以TP我了。哦，好，哦，就这个，然后，哎，怎么打？你打一下你名字出来一下。等一下哦，打一个印度就可以啦。好了。需要你名字吗？打。可以TP我了。哦哦，你接近，我又要跳了，又要死亡了。哎、欸，我跳过来了，等一下，我快要过了，加油！你先站着不要动哦。我没动啊。耶、yeah, ，我过了，哦。好，我们第一关做完了，走吧。恭喜你过关了，哦！终于哦，我们可以拿到一颗金粒了，金粒一颗。那恭喜你拿到一颗金粒，哦，金粒快要哭了。啊，我们的第一个挑战就到此了，我是超那个的，玩不到。哦，那我们今天的实况就先到这边了。累死了。对。那我们下次再合作吧。好，我还有15个关卡在等着我们。对啊，好恐怖哦。那。对啊，我们下次再见。什么？大家再见。好，再见，加娜。